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爸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宝。小宝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煮汤圆。我们要煮什么汤圆？一杯麻辣烫啦。拿反了，你到底煮两块吃好了。好。那你要不要吃？不要。不要。不要。你要说吃看看，吃看看，吃过来嘛？嘿，他说对，对，哎，你看，哎，没有办法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来吃看看，跟奶茶口味，嘿，会咕隆哦，你要吹一下哦，刚煮好，咕隆哦，咕隆，会咸哦，会咸哦，咕隆，肉不是烫吗？不是。是啦，啊，我看你有没有会弄你的，会烫，会弄吗？会弄，会烧，会弄做的嘛？嘿啊，没有错啊。这边有客家顾问呢，会弄做的嘛？快写，快弄，快写。会弄啊，烧，弄做的吗？弄冻呢？是弄啦，弄啦，烧啦，烧啦。那个面你说出来吗？说得出。那个面，馒头面，馒头面。没反丢，反丢面啊，花生味啊，奶茶，你很熟哎，葱包，奶茶，奶茶，奶茶的奶茶，奶茶，没反丢，对，我吃也是花生味啊，哎，花生味不是，好，吃过人家吃吃看，切我，啊，切切切，我叫米线，哦哦，哎，你要说小心烫哦。你那个录音机在对着我，真的讲讲讲讲，我就讲讲讲讲。我们年轻人都说它很像某一款奶茶，某一款，你看你是不是跟我们味道很像？吃干啦，对啊，你们吃都不吃。阿萨姆，阿萨姆，我们吃很像立顿，你觉得？阿萨姆也是奶茶。不一样，不一样风味。有像。有像立顿哈，嗯，啊，你觉得这个产品很多人抢购会不会很笑？很笑，那汤圆吗？我宁愿喝奶茶。哦，你喝奶茶，好中肯。那个抢购困难，好不容易才抢购到一盒的，来，请阿公吃吃看。阿公吃吃看。奶茶汤圆。有他不喜欢。我不喜欢。不会烫吗？好吃的，不好吃，好快就回答我了。好，我要洗碗了。宝宝，小宝，小宝看爸爸一下。你喜欢来阿泰家玩吗？喜欢呢，为什么？阿泰家什么东西好玩？车子。车子哦，你，哎呦，怕他去找。